玩家离开了自己的基地，正走在探险的路上。在这一路上，他收集了一些南瓜以及一些食物。走着走着，他来到了一片黑森林，这里的树木生长的繁茂，就像一个个屋顶一样。不过在这阴暗的环境中，也让玩家有些害怕。他走着走着，突然停下了脚步，因为他好像听到背后传来了什么声响。一个回头，只见一个蓝色的东西朝着他冲了过来。让我们再看一遍刚才的画面，这是一只蓝色的鹦鹉，这不太正常啊，为什么鹦鹉会出现在这儿并攻击自己？玩家更加慌张了，他只想赶快离开这片黑森林。他快速地在这里穿梭，寻找着出口。突然在一片水域，一个骷髅样貌的图案映入玩家的眼帘。这是什么意思？这里怎么会有这个东西？玩家正不知所措之时，再次回头，一个手持双镐的骷髅就站在他的身后，下一秒便朝着他跑了过来。玩家本能地开始调转身躯逃跑。这只骷髅所拿的镐子玩家从来没有见过， MC 中有这种镐子吗？玩家来不及思考太多，他只能拼尽全力奔跑。可一不小心，他掉入了一个深坑之中，坑底有很多的水，这个骷髅随后也一起跳了进来。玩家疯狂地想击败这个骷髅，但是他发现无论他怎么挥动斧子，好像对这个骷髅都不起任何作用。玩家赶快将这里插上火把，而骷髅就站在他的对面。接着一条由猫将发来的消息弹了出来，不应该在今天玩 MC。 玩家彻底慌了，他试图在水底寻找出口，可他的游戏模式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更改为了冒险模式，他根本无法挖掘。接着玩家就开心地嗝屁在这儿了。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发生在情人节当天。玩家由于母胎单身20多年，在情人节当天他只能一个人打开 MC 游玩。他已经在游戏中生存了2天了，现在正是夜晚，正值大雨。突然他在游戏中发现了一个诡异的羊毛建筑，是粉色的羊毛搭建的，这建筑看起来特别像奥特曼的变身器，所以这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建筑？玩家正疑惑间，一个转身，身后出现了一个粉色皮肤的实体。What？ 这实体的皮肤上有爱心的图案，并且它还有名字，不过被树叶遮挡住，玩家看不太清。玩家试图向他打招呼，很快一个 ID 叫做精神失常者回复了玩家。玩家询问他是如何加入到自己的私人世界的，但是这个叫做精神失常者的实体一直发出 You， 你。玩家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下一秒这个粉色的实体就快速的转身离开了。玩家本能的追了上去，追了没一会儿后，这个粉色的实体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玩家觉得这有些不太正常，为了安全起见，他还是朝着反方向想尽快的离开这里。当他来到水边时，他下意识地回头查看身后的情况，可一回头，这个粉色的实体又出现在他的身后，而且还一直在发送着相同的信息。玩家让他不要再发了，接着那熟悉的一幕再次上演，粉色实体又当着玩家的面快速离开。玩家根本搞不明白这是什么情况，自己是单人世界，所以那到底是真人玩家还是什么东西？玩家想跟着这个粉色的实体看看他到底要干什么，可一眨眼的功夫他又消失不见了。玩家在这附近忐忑地寻找着他的身影，突然屏幕右上角出现了那熟悉的身影。只见这个粉色实体手上拿了武器，玩家开始恐慌了。他又跑了没几步后，消息框弹出了一条消息，你的视距将会调整。接着玩家的视距果然变短了，周围变得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清。玩家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只能不断的跑。又跑了没一会儿的时间，又一个回头，那粉色的实体又一次出现在他的身后，那熟悉的消息再次发出 You， 接着他便朝着玩家奔了过来。
下面这个故事跟一个 SCP 生物有关，它是 SCP-1048。 夜晚到了，玩家不选择入睡，反而出去探险。这不探险不要紧，一探险让玩家发现了异常，前方好像有不明建筑，这并不是自己搭建的。走近后可以看到，建筑的上面有很多的告示牌，上面写着这是由熊建造的。熊建造的，旁边还有一个物品箱，打开后什么也没有。当物品箱被合上的一刹那，一只玩偶熊从天而降。不过它竟然会动，玩家很意外，因为他从来没有在 MC 中见到过这种熊。不过心里的直觉告诉自己这很不正常。玩家正欲离开，可这只熊竟然扔给了他棕色的羊毛。玩家瞬间没有什么恐惧感了，他只觉得这只熊很可爱，并且这只熊随后还跟着他回了家。离谱的是，他还会开门。随后玩家便与这只熊道了晚安。第二天清晨很快便到来了，屋外阳光明媚，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但是奇怪的是，那只熊不见了。玩家找了一番后并没有见到他的身影，可当玩家打开自己的物品箱时，他惊呆了，自己的物品全部丢失了，自己辛辛苦苦挖的钻石都不见了。那只熊之前对自己这么好，看来就是为了偷自己的钻石。玩家很气愤，他再次回到了昨晚发现那些奇怪建筑这儿，果然自己的钻石块就在这儿。玩家理所当然地拿出了镐子，挖走了自己的钻石块，但是这并不够，那剩下的钻石会在哪儿呢？玩家找了一天也没能找到。夜晚再次降临，玩家只能先回到住所睡觉度过黑夜。可走到屋门口时，游戏中传来了大量的声音，并且声音越来越近。玩家一个回头，是那只熟悉的熊，不过并不止一只，大量的建筑熊朝着他的住所跑来。玩家迅速将门封了起来，听声音就可以判断出屋外熊的数量众多，所以屏幕前的大家如果在游玩的时候遇到了一只熊，千万不要捡拾它给你的任何东西，也不要带着它回你的住所。本期的故事跟 MC 中的生物有关，玩家与自己的好朋友在一处云山树林中搭建了他们的二人基地。玩家这次的纹理包又是中世纪纹理包，大约过了三分钟左右，朋友说自己临时有事就先退出了游戏，现在游戏内又剩下了玩家一个人，而游戏天色也在渐渐变暗，很快天就黑了。玩家顺理成章的去睡觉度过了黑夜，啊，又是美好的一天。玩家决定如往常一样出去探险，不知道是纹理包的原因还是这牛牛的外观看起来很诡异。又走了没一会儿后，一座奇怪的蓝色建筑映入玩家眼帘，这是什么？看起来像是青金石块。玩家赶快拿出了镐子，将这些蓝色的方块都挖了，果然是青金石块。不过这儿怎么会突然多了这么多青金石块呢？并且随后玩家又在附近的金合欢树旁发现了一只特别奇怪的潘达，它竟然是一半身子卡在了地底。更诡异的是，玩家一个转身的功夫，这只潘达就消失了。 What? 是玩家出现幻觉了吗？继续在附近转悠，很快又一些青金石块映入了玩家眼帘，事情开始变得诡异了起来。并且这堆青金石块旁边还有一个矿洞，顺着矿洞口下来后，这里很像是要塞。玩家在这里探索了一会儿后，并没有发现什么其他异常出现。正当他准备离开时，突然一声熟悉的叫声传来，这叫声像是末影人发出的。凭玩家多年的 MC 经验来看，刚才的叫声绝对是末影人发出的。不过这里为什么会有末影人？玩家瞬间又对这里产生了浓厚的好奇心，他开始继续探索，看看能不能找到末影人的身影。突然玩家好像在前方的门内看到了一个白色身影闪了过去，他立马追了过去，但并没有发现有什么东西。可是刚刚就是看到了有一个白色物体闪了过去，总不会是末影人吧？如果没记错的话，末影人应该是黑色的。一番搜寻无果，玩家决定离开这儿。刚上来没多久，系统便提示朋友又加入了游戏。玩家赶快将朋友不在的这段时间游戏内发生的奇怪现象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朋友让玩家待在原地不要走动，自己马上就过来。很快朋友过来了，两人再次下入到了末地要塞中。朋友下了一番观察后，发现了非常可疑的地方，那就是这些书架都是浮空的，下面并没有地板做支撑。是的，玩家也发现了，这有些不太正常。接下来朋友让玩家带他去之前玩家发现那个白色身影的地方。玩家带着朋友再次对之前出现异常的区域进行了一番排查，并没有再听到有末影人的叫声响起。正当朋友觉得玩家在恶作剧时，突然那个白色身影再次出现，就在书架的上方，是白色末影人。
两人都看到了，可追上来后他便消失了。前方的狱警请屏幕前各位胆小的赶快将我超牛打在弹幕上，激活弹幕护体。白色末影人玩家二人还是头一次遇到，现在的玩家二人不仅不害怕，反而更加兴奋。可玩家没想到的是，下一秒系统便提示朋友的游戏模式被更改，随即朋友被一个叫做白色末影人的 KO 掉了。玩家开始慌了，这刚才朋友还和自己在一起呢，怎么突然就嘎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尽快想办法逃出去。可刚走了不到十步，白色末影人再次出现，玩家被吓得只能再次退了回来。随着白色末影人离玩家越来越近，玩家最终也开心的嗝屁了。好了，小伙伴们，本期视频就到这儿。那啥，都看到这儿了，还没有点赞、评论、转发加收藏的，哎，你们懂我意思吧？麻烦这次一定好吗？